大家好，我是星星，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电影是接着上一部的《刀锋战士》的第二部。影片一开始还是我们的主角大黑在捕杀吸血鬼，不过这一次更加的有目的性。大黑一直通过吸血鬼在寻找着养育自己长大成人的白胡子大爷。第一部提过他，因为被吸血鬼咬伤而自杀，却被吸血鬼救下，大概是作为对付大黑的一张底牌吧。在一只超级怂的地中海发型的吸血鬼的引导下，大黑终于找到白胡子大爷。大黑带着大白回到自己的秘密基地，这还有一个大黑的助手兄。通过解毒剂，大白又可以作为一个人活下去，而不是变成吸血鬼被大黑杀掉。这时基地被吸血鬼入侵，助手兄，你这个吸血的动作让我很不爽啊，特别是在一个吸血鬼的片子中。但是这帮入侵的吸血鬼不是闲得蛋疼跑到这送人头的，而是送停战协议的。因为吸血鬼帝国出现一个新对头，不仅对吸血鬼下手，也对普通人下手，所以大黑决定跟着他们去看看。吸血鬼的国王大光头给大黑解释，吸血鬼中出现变异者，他们咬过的人或者吸血鬼都会变成变异者，并且需要天天吸血，这就对双方都造成极大的危害。吸血鬼和人一样，也会处于被捕食的状态。大黑将信将疑地答应下血族一起干掉变异吸血鬼的请求。确实，变异吸血鬼较之普通的吸血鬼更加的变态和疯狂。你看看这个小光头，早杀早安心啊！大黑接手吸血鬼的一支特种部队，这支部队原先就是为杀大黑而准备的，现在却变成大黑的手下，有点意思。这些人我就不一一介绍，因为看样子只是一群打酱油的，就提一下其中的甄子丹和傻大个。傻大个挑衅大黑，却被大黑在后脑勺上装上炸弹，让你装逼啊，枪打光头鸟不知道吗？大黑带着他们去找变异吸血鬼小光头，各种装备也是让我大开眼界，比如这个杰的权剑我就很喜欢。大白因为年纪比较大，被安排在外面盯梢，其他人去抓捕，战斗一触即发。我发现一个问题，变异吸血鬼都是光头，光头跟你有仇吗？导演，这些经过特殊培养的普通吸血鬼都不一定可以打得赢，而且变异的也不怕赢和大帅。总之这一次的抓捕行动并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进展，不过大白倒是成功的抓到一只变异吸血鬼。通过研究，他们决定诱捕这些变异体，等待他们聚集到一起，然后用超大版的紫外线炸弹消灭所有的变异体。这一战重创变异体，但是大黑的小队也几乎全灭。果然跟我猜的没错，甄子丹就是个打酱油的。可笑的是，杀掉所有的变异体之后，大黑马上被其他吸血鬼抓住。大光头解释道，自己这些年一直进行着吸血鬼的基因研究，希望可以改掉吸血鬼所有的缺点。小光头是第一个有瑕疵的实验品，并且是他的儿子蛊毒食子。这时助手兄也表示出自己其实是吸血鬼那边的，还没嘚瑟几下就被大黑炸死，然后大黑被抓去做研究。小光头杀进这个血族的基地，大白救出大黑。大黑和小光头从不同的地方寻找着大光头，大光头因为女儿的背叛也被小光头咬死。影片最后延续前一部的剧情，还杀人单挑。最后我们的大黑凭借着智商和主角光环成功的干掉小光头。影片到此结束，还是那句话，超级英雄的片子不想做过多的评价，大家看得爽就好。好的，谢谢各位看官，我们下次再见。